坤和我跟胖爷真是好朋友，真实情况怎么样是不知道了，但是胖爷顿是阿波罗的儿子，李特叫他去奥林波斯，可是阿波罗真的太懦弱了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够参观太阳战争，事实上是魔鬼的伎俩，不知道内情的那个比特傻瓜很想来坐太阳战车哦，所以他才诱拐帕爷顿，两个人啊终于坐上去了。轨道了，快点回来，快回来，往右一点啊，快回来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他们没事吧？还是没有看见呢，已经太迟了，希望他们还有救。可是他却驾驶得很棒啊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到天亮还有两个小时呢，地球上的人类一定会大吃一惊吧。哎呀，什么啊，才刚睡而已就天亮啊。怎么这么早啊？乘车的人是阿克卡雷吗？其实是不准无照驾驶的，那怎么办嘛？啊，是我的车耶。大家因为突然天亮而大吃一惊啊。真的耶。我知道，我是阿波罗的儿子。我是帕爷顿的，你看。为什么没有海啊？波西东野族老是生活在炎热中啊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了。阿波罗，你快点去追他们，坐上它飞出去。啊，没时间了，再不赶快停止的话，
世界就完了。是啊，你快点去吧，亲爱的。你也想想办法吧，你。哎，有了，我有一个办法了啊！现在只好把它打下来了。啊啊！还是不行。没事呀，比特。我世界把地球改造是和人类居住的地面世界了。宙斯，这个世界就快要冻结了，而这也是下界魔鬼最想要得到的状况。比特，比特，这就是魔鬼们最想要的答案了耶。快点用弓箭把太阳抓回来了，快啊。哎，洛卡，比特，你们没有事吧？那些魔鬼离这里越来越近了，快离开这里。太好了，阿波罗，还好你赶到了，我们可以追太阳了。啊，用这匹马？不要再犹豫了啦，快点呐。我们受不了了，快回海里去吧，快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傻瓜，这海干枯的罪是很重的，快下雨。